吴亦凡遭受的封杀力度为何前所未有？近日要说娱乐圈的最大的瓜，谁能比得上吴亦凡？作为曾经的顶流，被资本精心包装的产物，吴亦凡在没有出事之前可谓是风靡一时，可在出事之后瞬间就变得作鸟兽散。那么问题来了，吴亦凡是怎么走到今天的？他背后资本究竟有多少？在他锒铛入狱之后，为什么社会各界对于他的封杀力度前所未有？而被抓之后，吴亦凡又爆出了什么惊天秘密？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吴亦凡事件的背后去一探究竟。虽然一直都在说娱圈真乱，可问题是究竟有多乱，可能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定论。毕竟很多事情没有被爆出来，你就永远不知道其中究竟隐藏着多少真相。就像前段时间的郑爽，如果说不是有着铁证，你会相信一个在大众面前一直是小仙女人设的郑爽，背地里居然能做出代孕、弃养这种事情？不过代孕虽然在中国是犯法的，可在其他国家就未必了。所以直到今天，郑爽一直都还拥有着自由之身。不过相比于郑爽的代孕以及弃养事件，吴亦凡、吴谦所做出的事情就更加离奇了，甚至还置法律于无物。而他之所以沦落到今天，事情的起因其实和郑爽差不多，甚至后者还曾有过预言，那就是他和吴亦凡都不适合谈恋爱。而事实证明，郑爽的预言是准确的，这对难兄难妹最终祸起萧墙的原因都是因为恋爱，这难道就是不是一个圈子的人走不到一起吗？不过吴亦凡其实在被抓之前就已经有过预兆了。作为被资本精心包装的产物，吴亦凡在外表上基本上无可挑剔，而在各种资源的硬捧下，一个完美的大众偶像就出现了。可问题是，这种被包装的产物，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在他不知道怎么大火之后，各种绯闻也是随之出现，而也正是这些绯闻最终开启了他进入监狱的序章。而故事最开始的起因是一场电影，在今年的5月28号，有媒体曝光了吴亦凡和一个名叫小一同学的网红一起包场看电影，这时疑似他们两个恋情被曝光。而按照那个时候吴亦凡的热度，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很快就上了热搜，可这毕竟没办法实锤，所以并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不过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就有点意思了，这个和吴亦凡包场看电影的女的居然已经有男朋友了，而且并没有分手，这下吴亦凡插足别人感情的消息瞬间不胫而走，一时之间也是引起了网友的讨论。可毕竟只是绯闻，所以大众也就随便吃吃瓜就完事儿了。而吴亦凡这边也是放出了律师函，声称自己和那个女的只是朋友，而且当时电影院还有其他人。这个律师函一出，瞬间各种媒体开始闭嘴了，网友也认为这件事儿已经快要落幕了。结果让人没想到的是，真正的大瓜此时才开始浮出水面，和那个名叫小一同学的网红包场看电影只是大瓜开始的序章而已，真正的重头戏还没开始呢。吴亦凡遭受的封杀力度为何前所未有？在插足别人感情事件快要结束的时候，真正的重头戏此时开始上映了，那就是吴亦凡的头号爆料者都美竹开始出现了。在6月2号的时候，有人在微博上发文控诉吴亦凡是一个渣男，和一个00后的女学生谈恋爱，结果转头就失联、冷暴力、劈腿，导致那个女生身患抑郁。而这个被冷暴力的女生很快就被人找了出来，名叫都美竹，中国传媒大学生一个。据说当时她还沉浸在和吴亦凡的恋爱中，可结果后者各种绯闻频出，尤其是和这个名叫小一同学的网红，所以当时她的闺蜜看不下去就主动爆料了。面对这些爆料，吴亦凡的律师立马选择了故技重施，其他的先不管，律师函先放上。在第二天，吴亦凡本人也是站出来表示，这世上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就在吴亦凡发文之后，都美竹立马跟上发文称，这就这样吧，各自安好。而此时网友都以为事情已经结束了，将这件事定性为又一个想蹭热度的网红事件。可在一个月后，也就是7月8号，沉寂了一个月的都美竹又站出来发文称，自己在这一个月里面遭受了无数的网络暴力，甚至还有死亡威胁，所以他没办法，只能继续往揭发吴亦凡这条路上走。
所以在这次的报文中，他放出了一些聊天记录，基本上都是吴亦凡各种潜规则女学生以及相关的中间人的证据。而面对这些，吴亦凡的工作室又是老办法，先放出律师函，再看后续。不过这一次，这个办法似乎没有什么用，而这一次吴亦凡本人就没有站出来回应这件事。可即便如此，杜美竹并没有退却，而是继续爆料，甚至还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接着爆出了更多的料。从7月8号开始，杜美竹的爆料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而外界也是从一开始的不相信到舆论开始慢慢反转。不过让事情真正进入白热化的，则是杜美竹的爆料以及决战宣言。在7月20号，杜美竹在网上要求吴亦凡在24小时内退出娱乐圈，并且向曾经受到伤害的女孩子们道歉，并且声称光是他手中的证据就够吴亦凡吃10年的牢饭了。事情发展到这里，此时社会各界已经开始相信这个爆料的杜美竹了。在杜美竹发文之后，曾经各种与吴亦凡合作过的品牌纷纷开始宣布取消代言，而吴亦凡本人也是站出来回应称自己没有做过诱奸、强奸等等事情，要是有的话他自己会进监狱。可事情的发展接下来有点出乎意料，首先就是杜美竹疑似失联，甚至还有传闻称他被送进精神病院了。此时外界都在猜测是不是吴亦凡背后的资本太强大，导致杜美竹最终还是对抗失败了。可在不久之后，警方很快就发布了一则通告，那就是在吴亦凡和杜美竹的事件中基本上是全员恶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骗炮的海王遇到了想搞事儿小网红，一起碰到了一个骗钱的，没有一个是好鸟。而此时网友对于这件事儿似乎就这么结束了。在警方发布通告的接下来几天，吴亦凡也没有什么动作。正当众人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的时候，7月31号，汪峰原定开演唱会的这天，吴亦凡被警方以涉嫌强奸罪被逮捕了。消息一出，瞬间就引起了各种震动，而此时社会各界开始对他进行各种封杀。吴亦凡遭到的封杀力度为何前所未有？作为曾经的顶流，吴亦凡被捕的消息一出，各种舆论开始反转，而社会各界也是对其进行了封杀。吴亦凡的音乐作品全平台下架，然后各种综艺以及尚未播出的电视剧直接砍掉，甚至连他曾经出演的电影连个名字都没有了。现在查询的话就只剩一个133-7000的数字了。那么问题来了，劣迹艺人也不是没有，为什么这一次对吴亦凡的封杀力度前所未有？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说到目前娱乐圈的现状了。这些年明星偷税漏税、强奸、代孕、论文造假等等各种丑闻频频出现，而吴亦凡这件事儿反映的并不是一个个例，而是整个娱乐圈的缩影。虽然说警方的出面逮捕为这件事儿画上了一个看上去完美的结局，在毒少女独自对抗资本大佬，最终成功将资本宠儿送进监狱，可这真的就是结局了吗？虽然吴亦凡是进去了，可能保证下一个吴亦凡不会出现吗？如果说网友吃完一个瓜转头就不再关注这件事儿了，那么这件事儿吴亦凡虽然进去了，可刘亦凡、张亦凡就没有了吗？所以这件事儿远远还没有到落下帷幕的时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吴亦凡的出现才是这件事件的最大收获？而纵观他的星途，其实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那就是资本巨婴。作为曾经的顶流，吴亦凡要演技没有演技，唱歌更是只能靠电音，可问题是除了一张脸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居然也能成为娱乐圈的顶流，不得不说资本造星的能力堪称恐怖。在这场狂欢中，资本可以通过砸钱、砸资源、买热搜等等行为来把一个完全没有实力，甚至可以说除了一张脸之外什么都没有的人，在短短几个月内捧成顶流，而后再通过各种假象让人们感觉这个人特别火。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哪怕没有代表作、没有口碑的人也可以拥有数不清的代言或者说商业价值，然后在大众面前各种露脸。而发挥了商业价值之后，这个被宠的巨婴做什么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因为哪怕出了问题又或者是做了什么影响比较恶劣的事情，资本完全可以通过砸钱以及各种公关团队的操作轻而易举的将事情圆过去。
而网友就在资本一次次洗白中逐渐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偶像，而他背后的资本更是在狂欢，甚至可以说是嚣张，因为一次又一次胜利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可问题是，在这个嚣张的过程中，其实明星也是助纣为虐的一个。其实按道理来说，作为一个社会人物，明星的门槛以及要求应该是非常高的，不管是从行为还是思想上来说，先不说低于社会道德的下限，一般水平总要有的吧。可目前的情况是，很多明星的道德比一般的人还要低，甚至还拉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下限。而之所以会造成这个结果，其中之一的原因就是自身品质不过关，其次就是资本的诱惑太多，导致最终成为资本的巨婴，除了一张脸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甚至连最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都没有。而吴亦凡显然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明明什么都没有，可在资本的硬捧下居然成为了顶流。而这也是为什么在他出事之后，不管社会上还是官方对他的封杀力度前所未有，那是因为社会需要一个干净的娱乐圈，而不是各种乌烟瘴气。对此，屏幕前的你怎么看呢？你觉得这一次资本巨婴能被完全消灭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